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。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星穹铁道日抛一支留影计划第二天活动攻略，星穹铁道 2.4 活动留影计划每日抛一支留影计划第二期。注意下面池塘里会有个萤筒跳出来，注意这里会有个萤筒跑过去，注意这个墙过去就有个萤筒跳出来店里有个桶桶不动，门里有个萤筒会出来，嘿嘿，这里有个金桶，注意它的动作，相框变金色就可以多100分。左边楼梯上有个银桶，过墙后树边有个银桶，这上面有个桶桶，楼梯上有个银桶，树边有个萤筒，金筒注意动作。车站有个萤筒，注意右边过来的飞梭，船上有个萤筒，拍完注意天上掉下的萤筒，这个金桶注意它的动作，注意桥上天上掉银桶哦。